咁多警察喺度，有咩大事发生呢？原来系呢个有农民身嘅男人遇到警方截查嘅时候反抗，最后连衫都俾人撕烂埋，压咗上警车。事发喺星期一凌晨2点左右，两个警员喺摩地道同碧仙陶路交界截查呢个男人嘅时候受伤，要由救护车送去医院治理。